我帮你拿，来，因为较早吼，小家分买的菜我会煮啦。那大家分买的菜我不知道，所以应该是今天大家分买的菜请韩总来做。那小家分买的菜我来做。那以前是这样，那今天也可以交换。 就是嘉芬姐的买的菜我来做，那小嘉芬买的菜让韩总来做，那交换一下心得。因为那天看到韩总煎丝木鱼哦，真的很接地气。我唔知伊真正有两波钱啦，那赶快赶快呢，我那伫厨哦，啊啦压力大，我拢会去厨房煮菜哦。这是我哦，唯一疏解压力啊，一个游泳，一个就是做菜啦。所以今天啊，嘉芬姐来，我们很高兴。 我们知影伊拢买啥物货食啦，我们都只买水果。啊，买水果就是讲帮助农民，哦，帮助渔民。咱知影消费带动生产，啊，台南南台湾，尤其咱中南部的这农渔村，大家呢足够精。啊，所以韩总的，恁看伊用对这个庶民的经济开始呢，其实已经引起农渔民的革命啊。因知影因是有毋忙的，他们不再是。 会住迄个大铁厝的啊，农民渔民只要拍拼，韩总会到阮的，哪会当甲找着通路？咱的农渔民会当像美国、加拿大的农渔民同款，住迄个豪华的农庄，咱就免去住这个铁厝，因为咱的生活会改善，咱的生活会改变。这是对着韩总的引起这个基层庶民的经济革命。实在讲，你看这个摊贩，高雄市的摊贩笑眯眯。 台南的摊贩呢，真稀微，落地啊拢趁钱，大家欢欢喜喜。阮台南的摊贩呢，真稀微，落地啊地崩子，生活起甲要死，所以甲我讲爱改变。甚至甲我讲，伊高雄的摊贩亲情，叫伊去高雄的夜市啊摆。你伫台南的夜市啊咧摆，佫叫伊去高雄的夜市啊摆，为虾米？伊讲遮较好趁钱，这就是高雄以及引起着即个庶民经济革命。 庶民的革命经济若好，其实科技就好，工业就好，循环就好，良性的循环。当然，北漂的子弟伫科技公司，伊若愿意接伊的老爸，转来顾即块田园厝体，转来种植，那安尼遐工作机会就会让出来，和失业率就会降低，所以咱台湾会变做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，用咱的经济。 用咱的消费来带动生产，所以大家即马今仔大家分小家分来菜市啊，拢爱买菜，大家爱消费，消费的生产良性的循环啊，所以阮今仔来菜市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分带小家分给我两倍加分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好，我们喊一下谢龙介动算，谢龙介动算，谢龙介动算，谢龙介动算。 哦，这是哦，是有啦，因为哦，我民进党的全党支持啊，对最高的总统到甲主席以上全党包围，伫台南拢我一个哦，所以今仔日有嘉芬姐，哦，我着来甲我做伴，做伴我着袂孤单，我着当勇敢向前行，所以。 希望大家来抢救危险，选情的贾良改，用你的双手来给阮加油，用你的心情的一票来给阮抢救。韩总的来嘛是要抢救贾良改。我想大家路见不平，气势英人，你都要拔刀相助，用选票来消停，是挺，不是挺两家个人，是挺咱的农民、渔民、摊贩、劳工，挺咱的经济，大家拼经济，卖个无政治，无地无够无意义，人民已经厌恶。 拿这个政治对立，所以你看，阮来磨刀，过去遮大家真疼惜民进党。为什么这回对阮遮热情？因为因知影，韩总的甲梁家，阮行拼经济，这是一个正确的路线。
正确的路线，所以正面的大家来拼经济，我希望大家麦克布啊，哦，拼经济，经济好，大家拢好，人民生活好，大家拢好啦。刘先生，恁在安怎看？你帮助农民，啊，不过人讲甲你抹黑呢？迄袂要紧，啊，因为路线咧行正确，韩总的嘛去用抹黑扭曲一路行来，但是人民相信，因为阮唔是用嘴，阮袂出一支嘴，阮只有行动，阮用行动，农民、居民、劳工、团员，伊感受会到。哦，扭曲抹黑，我个人会承受，但是放心啦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那韩总会陪着扫街吗？除了委员秀？做欢乐哦，因为真正欢，因为你看，因有党政军一切资源哦，啊，这款呢大军压境呢是非常庞大的力量。但是放心啦，你看，阮有加分再加分，加倍的加分哦。人民对因的热情，相信笑花连盆。听见的人孙，大家支持两个加分，就会把两个加分。谢龙介。